加拿大中国妇女互助协会协会宗旨，促进加华女性团结互助，自强自立，更好地融入加拿大社会。围绕着这个宗旨，我们努力把协会打造成一个华人女性交流信息、互帮互爱的平台。我们是社区服务型组织，我们希望妇女协会的工作能给您和您的家人在加拿大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也使我们华人移民能够健康、幸福、快乐地生活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国度。也请大家浏览我们的网站 ccwaa2020.com， 还有我们的同名 YouTube 频道 ccwaa。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今晚来到加拿大中国妇女互助协会的 Zoom 直播间。我是今天主持人 Victor。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协会是支持加拿大华裔妇女的社区服务机构。欢迎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积极参与我们组织的各种活动，互帮互助。也欢迎大家浏览我们的网站 ccwaa2020.com。和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搜索 CCWAA， 那里有我们每天晚上课程的视频，便于大家回放。回到今天的课程，今天我们的课程是由 Jason 林老师来为我们讲解健康吃素。那么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Jason 老师。 Jason 老师是美籍华人，是一位营养美食家，是美国 Salad Master 北美地区华人代言人，荣获2019年全球杰出华人，并且获得过多项与美食有关的奖项。那么在课程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在课程期间保持静音，并且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这样可以让提问更加的方便。那么接下来就有请 Jason 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课程内容吧，欢迎。好，线上的所有的家人们，大家现在好。那又到了我们空中相聚的时间。今天呢，我看来了不少新朋友，那我们先把我们上堂课的内容啊简单给大家过一下啊，这样能以便大家呢能够进一步来了解我们上一堂课讲的相关内容。我们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来讲素食这块呢？因为目前呢，很多人呢，他们都开始吃素了，尤其是一些A 型血和 B 型血的人，这些人呢，我们建议你啊，你要吃素或者是锅边素。因为这一次疫情实践证明呢，感染最多的是这两种血型，希望大家呢对号入座。那我们讲这个呢，就是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饮食金字塔的这些与慢性病的一些关系，比如说我们饮食的比例啊，比如说我们这些对一些蛋白粒的Omega 3呐、铁呀、锌呐，以及这些 B 族啊、豆豉一些需求，那很多人都知道，哎呀，这个东西司空见惯。那我们给大家呢，告诉大家 detail 方面的事儿，比如说豆虽然好吃，但是它里面有植酸，如果你没有浸泡四个小时也会有问题。说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教给大家。那我们今天呢这一讲最后部分呢，讲实战，讲实操。那很多的讲营养的呢，这些老师他们都是在做一些叠加，把书本上的东西拿过来啊，没有做过自己的
实操部分。那我们把这个实操部分给大家呢，有我亲自参与的，也有呢是朋友他们做的，我对这些菜呢比较认同的，我愿意介绍给大家。以后这样的课程呢，我们会不断不断的给大家分享，让每一个人知道啊，我没有菜谱，怎么来做菜，怎么把家人呢这个菜做的既有仪式感又有营养。说了半天呢，再好的疫苗不如你自身的免疫力，我们的自身免疫力比疫苗要高13倍，所以我们很多人呢现在啊一谈异色变，有人打了，打了完了有人后悔啊，说打了这个东西该怎么弄啊，这我也打了，这毒也上去了。那有人没打也在咨询我到底要不要打呢。那我呢个人意见呢，如果你想通了想打你就打吧，但给个建议啊，这也是专家给出的建议啊，如果是男性尽量呢你去打强生啊，这个强生强这个强生呢你要等等他，因为这个呢最近强生呢要出新的了，我不没有任何做广告啊，这是专家给出的建议。那 Moderna 呢，因为它的剂量太大啊，这个副作用太多啊，这个不大建议。那女性呢建议什么呢，建议辉瑞啊 Pfizer， 这个呢是一个插曲，如果你有更好的这方面的建议，哎，我们可以在这个画框当中讨论。那我们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强调提升自身的免疫，这个呢是你永恒的，你今天你打疫苗呢它很快就失效了，很快大家知道现在疫苗有效率呢已经不断降低啊，据专家说从19到39不等了啊，现在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继续在吃的道路上我们再给它剖析一下，掰开了揉碎了，让大家真正的马上就能用上。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也给我私信说，这个听完了课程以后啊，他们在家就进行了一些实践啊，蛮开心的。那我们今天接着上一堂课的坚果啊，给大家讲，我们有些伙伴呢现在也开始到处找一些坚果啊。这个坚果呢我在日常过程当中啊跟大家讲啊，过去可能就是喝个茶啦，这个没啥事儿来个人啊客一点，这是远远不够的。那我现在呢告诉大家，我把这些坚果部分呢我会用一个蒜臼子啊给它烤一下，颠碎了入菜。这个呢一般华人都很少，我建议你去做一点酱料，因为一个酱料呢是一个菜的灵魂。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呀，你说酱料是灵魂，请问你家烧菜这个汤，这个汤体就是一个菜的灵魂，如果你把这个汤稍微给它调整一下再给它浇上去，那是不一样的。很多人吃完菜把汤扔了，最灵魂的部分最营养的部分没有了，比如说烧鱼你可能下一些汤啊，哎，你可能就给它丢掉了。我告诉大家，我烧菜从来不添水的。添什么呢？有人说哎呦，说老师你说你不添水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啊，不夸张。在烧菜的过程当中呢，我可能会放一些比如说像意大利瓜呀、西红柿啊，容易下汤的这些菜，或者是炖鱼的时候呢实在需要有一些汤汁来炖它的时候呢，你可以放点酒啊，
是吧？你可以放点 water 呀，你可以放点这个洋酒啊，放点红酒啊，白葡萄酒啊，包括我们这些烈酒啊，等等，你都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放一点酒，这个菜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大家看这个坚果拼盘，拼出你的健康人生。那这一块呢，我们重点就是跟大家去说呀，我们这些坚果啊，比如说像开心果啊、腰果啊、核桃啊、花生啊，一些巴西坚果，包括杏仁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枸杞子啊，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啊，它们能够帮我们这个解决钙呀、这个维他命啊、抗炎呐、这些东西。给我们呢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并且有饱足感。你吃完了这些坚果，再喝点水，基本上就饱了。有人说我这个吃坚果怎么搭配？这个呢是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因为这种课程经常给大家一起讨论呢，在一起学习的时候，他就资讯特别特别多，就这一块。那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你可以买一些你喜欢吃的 cheese 啊，我通常呢会吃那个玛格纳里啊，买些 cheese 啊，包括西红柿啊，你给西红柿切成片儿啊，包括牛油果啊，包括香蕉啊，你给它搭配起来吃，用点红酒一配，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那有人就提了，哎呦，老师你说了啊，我都能理解。关键呢，我们这个买点牛油果也不容易，2天半就烂掉了，放冰箱又黑了，还有香蕉怎么办呢？大家呢跟我在一起呢，你就会慢慢就知道，我会把这些东西我自己怎么做的告诉你。首先说这个牛油果啊，这个牛油果啊，我们在洛杉矶周围有很多的牛油果的农场。我以前曾经在这里呢跟大家说过，很多的南美的这些原来贩毒的这些人呢，现在他们都停止贩毒了，现在都是在做牛油果的生意，往东南亚大陆去做，因为这个。这块呢，利润比较大，不便宜啊。他们都是些农会啊，牛果农会就统一收购。那这个东西到我们家里很难保存，教给大家啊，很简单，你今天记住了，你把牛果后面那个蒂儿啊，你给它抠下来，抹上点柠檬啊，柠檬汁儿。你说我没柠檬，没柠檬怎么办呢？就用你家的醋泡一下，vinegar。那第二个呢？你会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肉抠下来，抠完了之后呢，你用那个醋给它醋和油醋给它封上去，你给它放在一个玻璃盒的器皿当中，尽量用玻璃盒去储存。那放在冰箱里，这个可以放上2年半载的都没问题。你给它分成几个小盒。比如说这个小盒，你决定这个在这一周吃完，这样去做，那你会呢不断有这个新鲜的 avocado 去吃，我们讲用 avocado 油，那你再用上 avocado，这就叫配套。我们呢也经常呢去吃点这个拼盘式的。不要一些大热量的，我们大家知道这北方人呢，没有炒菜就难过每餐桌上没有大酱、小葱这个豆腐皮儿、辣椒难过，你要换一换，别总吃这些东西，你把血糖血压都吃上天了，你总吃这个东西找不着原因，
按照我的方法换一换，好吧？那第二个呢，香蕉。香蕉呢，我们以前曾经给大家呢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那还是有人去问。我们今天在这里再给大家说一下，你把香蕉拿回来之后啊，你一定记住这个香蕉啊，凡是来到北美的香蕉啊，它都是经过长途贩运的。这个天儿这么热，想想看，这个香蕉它一定是从树上摘的时候它是绿的，它贩运过来之后呢，它就在仓储里。这个仓储啊，他们都非常有经验，把这几天处理货和过几天处理货都分开放啊。这个是什么？今天出，那个是过几天出，那是再过几天出。那这里面有些催熟剂，那在家里继续催熟嘛？那怎么办呢？哎，你再回来呢，你就把这个香蕉给它浸泡在1:1的水里头，最好呢是用这个好水。我们讲的好水呢，我们会不断不断给大家灌输好水的概念啊。我们大部分朋友是从中国大陆来啊，中国大陆的水啊令人担忧。在奥运会的时候呢，这个场馆泳池的水啊，场馆呢都和我们老百姓吃的水啊都有巨大的区别，就是老百姓吃的水要再过滤一次才能上泳池，说明什么问题？对水的国际上的标准呢，我们大陆几乎都没达到。换水如换血，如果水的标准都没达到，你想你在吃这些营养保健品，吃些美食营养，那简直就是笑谈啊。我们的这个大陆的水的标准呢亟待于去提升，那现在没提升怎么办？我们就要自己去注意这个水。这个香蕉拿回来呢，用1:1水和醋，你再放点什么呢？苏打粉，把这个香蕉浸泡一下。浸泡完了之后呢，你把它拿出来擦干净，把那个香蕉后面那一部分呢用刀给它切了，切一点点，薄薄的切一点，再绑上这个 sticker 啊，这个我们讲这个不干胶，给它封死，一定给它挂起来。香蕉不能摆放，一定是挂起来。那挂起来之后呢，哎，放在通风的位置。那我的香蕉呢，香蕉吃了，香蕉皮喝了，我把香蕉皮呢就给它用点姜啊，用点姜片啊，香蕉皮啊，配点柠檬啊，哎，就做茶饮了。关于这个香蕉皮这一块的事呢，改天我们再拿出来时间给大家再详细的剖析啊。这一块大家呢，你可以先试一试，你也可以跟我的在最后的互动环节，你也分享分享你用这些东西来体验。过去呢，很多人说这个大陆的人啊，如何如何了，吃不上穿不上。那大陆人说台湾人都吃香蕉皮了啊，那究竟怎么样呢？哎，说大家说吃香蕉皮是骂人，那现在呢，很多人也都在跟我吃香蕉皮。这个香蕉皮呢，你吃一个阶段，你就知道了，配上我们这个坚果啊，比如说喝个下午茶，你配咖啡，你也可以啊，加点香蕉皮水啊，咖啡啊，哎，柠檬啊，金针啊，这个生姜大家一定啊切记啊。我建议大家去用 organic 的，那有没有多少钱？差不了多少钱，最好是能够知道它的产地，比如说华阿姨的，我在夏威夷待过，我知道夏威夷是在美国呢生产生姜最大的一个基地，
它有僧伽盟会啊，今日啊这个 organization， 他们这些人呢是做这种非常有经验，他这个土质也非常好啊，都黑土，都火山爆发以后的黑土啊，营养非常丰盛，所以说建议大家去吃那些呢没有经过农药的，他的一拿起来就是一箱啊，这一颗拔下来就是一箱，很会种，都是越南人啊，这些越南这些人呢，在原来在洛杉矶这些人都是车衣的打工的，哎，到那边挺好，种种生姜，种种这些东西呢，收入也都不错。配合我们的下午茶，大家可以调整一下。你经常呢喝点这些东西啊，这坚果，有这么多好处，再加上我们呢讲这个姜啊，香蕉皮呀、再加上牛油果啊，西红柿，你看这个就绝配了。我们把这些东西一定给它好好给它配上套，让它呢能够为我们服务。那这个健康呢，素食，那谈到素食呢，这个很多人对素食的来源呢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想法。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吃素食？因为素食这个东西啊，你去到这个佛堂寺庙啊，很多就是杂来杂去的，很传统。那我们真正的健康的素食是有优质的蛋白，比如说我们的豆腐啊、豆制品啊，它的主要来源呢，它是有一些这个发酵豆的制品呢，它是素食的维他命呢 B12 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那在这一方面呢，突破性呢就比较少。那我们看到这些关于这些豆啊，那大陆人呢一般都知道红豆啊，那你在这个北美呢就看到很多些圣红豆，长得像我们的这个 kidney 啊，肾脏一样的，还有一些像豌豆啊，你像这个花豆啊，等等，这些豆粒啊层出不穷。你真的要把这些豆粒、你多去上农副市场，尤其这个他在展销的时候，你去看看，去西人店里，别老一天盯着华人。我们很多人来美国啊，来加拿大、北美，在海外啊，包括欧洲那些人，一天呢只想往华人堆里去靠，那老想家乡的味道，那家乡的味道不一定是健康的啊，可能得罪有些人了。因为正是因为我们这些人的需求，才导致很多大陆的不法商人呢，他们粗制滥造。我们吃的这些东西尽量要吃原形的 whole food 的啊，你这样做呢，你才能真正把住入口这一关。那我们健康素食呢，要有充分的水分，这个水分摄取，这个盎司呢是你的体重磅数，每天呢用10分钟呢，啊，这个日晒，包括我们晒太阳化，晒太阳少，一定要补充这个维他命 D 啊，去晒晒太阳。这喝水有学问，你喝什么水不一样。我们很多人说我家的水挺好，我家都是 filter 啊，逆渗透啊，我喝的是一些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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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啊。跟大家说这个水呀、你去到这个华野啊，你去看这些日本人，他们卖这个山泉水都很贵，那350盎司啊，大概就可以卖到60-70块钱。有一家直销公司，他卖这个水啊，这一瓶啊，普通的一瓶大概就卖到80到100美金。那很多人津津有味的喝。那还有呢，有一些什么各种牌子的水。我们今天讨论这个水呢，想给大家过一下，你自己在家检测一下，你家那个水。如果能够养金鱼，
你家的水，如果你的菜进到这个水里头，能在5分钟之内让它改变啊，让它变得更新鲜，把菜的一些脏东西给它浸泡下来，那这个水就是好水。那以后再给大家讲，你如何用试剂去检测这个水，作为一个专题的一个话题。因为这个水呢，我们一直在强调，你一定要喝单盒的，不是小分子啊，小分子还是分子团，单盒的直接进到细胞的水，那就不一样。你可能在那坐着，平常人能喝半杯，你喝这个就能喝一杯。进到细胞里，它能把你的营养物质代谢进去，这个释放进去，把毒素代谢出来，这就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呢，健康营养素就是要少吃一些高度的加工品。你比如说啊，我们看不到的、隐形的那些加工品呢，琳琅满目的。你去上到超市一看啊，这个超市那些在你的平视的地方，或者是呢，在你的皮带能够对视的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这个小朋友啊，他大概的眼光就是平视到这个地方，他一定摆了色彩斑斓的这些东西。这都是一些大的公司，美国大的公司，他们用不同的品牌，用不同的公司伪装出来的，哎，让你呢一看就想吃，一看这个颜色就想用，啊，这个呢他们做得非常好。那这里面就有很多啊，我们讲了什么，司空见惯了啊，耳熟能详的，很多人说呀，少吃糖啊、米呀、啊、面呐、啊，那这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盐，少用盐。那少用不行啊，这舌头没有感觉呢。为什么中餐很难有标准？因为我们呢，中国人呢，舌头啊，口味是从小决定的。你比如说北方人，你呢没有点大酱，你没有点酱油啊，没有点这个海盐。他就难过，他的舌头没有这铁锅的铁锈味儿，这个铝锅、钢种锅的那些代谢的味道，他就觉得这个味道不对啊。你到南方呢，你不放糖，他就觉得这鲜度不够啊。你这个呢，就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啊。还有，你到这个湖南呢，你就到四川呢，辣。都是吃辣，他们吃了辣和麻辣都不一样，他们舌头的记忆是这方面的记忆，所以这中餐利润又薄又很难开，就是因为口味啊太杂太难统一了，难料理。你说日餐、法餐很简单，你要想吃个什么程度，自己调，给你点 wasabi 啊，给你一点醋。啊，你自己去调。那在这一方面啊，在东南亚，我们中国在美食这块呢落伍了。我们今天呢，说句实在话，那个《舌尖上中国》呢，把很多人给害了。哎呀，你看我们很，我自豪，我骄傲啊，我天天都在嗷嗷叫，说我们东西有多好吃，因为这些盐用的不对，你比如说啊，告诉大家，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我们的盐分。我们呢，每个人平均呢，每个月要吃掉一张 credit card 的塑料。那我们呢，现在的这些方便盒呀、啊，这些塑料瓶啊、塑料袋儿啊，哎，最后呢，从江河到湖海。经过海浪的拍打敲击，给它掰开了、揉碎了，最后又吃到你肚子里去了。那这个盐，这些塑料还不打紧，那第二个就是病毒。我们知道，我们呢现在病毒已经连跳3级了啊，
现在是 CL.2 啊，这个病毒呢是前几个病毒的总和。那这些病毒在哪里呢？它主要是在下水道的，下水道排污排到哪里去了呢？又吃到你肚子里去了。所以这个盐，如果盐吃的不对，你自己就去想想，你买那个猪血，你家杀了个鸡，鸡血你放把盐，瞬间就凝固了。所以说这些盐巴啊，吃到你肚子里啊，最后呢进到血液里，它也会形成斑块。如果我们尽量要大家呢，你呢把观念改变了，把家里盐换一换。你是没有本事吃法国的净盐，那你吃点这个美人瑞拉的紫盐你可以吗？你去吃点夏威夷的火山盐呢？你去吃点喜马拉雅山的岩盐呢？那些东西都是成本非常非常低的，那大自然给我们的那个都是吃上去有多种矿物质的。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吃那些精盐呢？我们就搞不懂了。很多人为了简单拼命吃了一大堆保健品，重要的这三餐饮食的这些东西用错了啊！怎么找原因也找不到。我这保健品用挺好啊，我擦也擦了，抹也抹了，我喝也喝了，为什么血糖血压下不来呢？哎，在这个地方，盐分、糖分，还有我们喝的水啊，这个素食这一块。那我们看到呢，我们的面粒与我们的豆粒里这常见的油炸，因为大家知道这卡巴汉嘴粒呢，一见油炸呢它就好吃，它非常香甜啊，所以说大家呢就被诱惑。你看这些油条啊，油条果子、煎饼果子，那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就想啊，就像男人抽烟一样的啊，他有记忆，他老想去吃这些东西。那西方呢，在面包店里放什么呢？他会放这个肉桂粉。这些肉桂粉呢，你闻到肉桂粉呢，你就知道，哎呦，甜不心的，好吃啊啊！那个沙琪玛，甜甜的，这里面这油炸的，你就越吃越多。再加上我们少数不良商家啊，把些饮料，把些保健品再放上糖啊，他告诉你这个东西又能治这个病，能治那个病了，回头让你不断对糖的记忆增加，增加完了之后呢，你就对糖越来越有依赖了。你看小朋友，很多小朋友，你不给甜品饮料，他就给你嗷嗷叫，给你闹啊，好吧好吧，给他，越给他这孩子越闹啊。吃完甜食以后，这个味蕾你再给他一些蔬菜啊，比如说像一些 broccoli 啊，啊这些东西给他吃，这孩子就吐啊，就是不好吃啊，就苦大哎，这就是你不让他吃糖，你让他吃什么呢？要给他一个替代品，这就是一个家长的一个智慧啊。那我们知道啊，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那夏季养生呢，你呢去怎么来做呢？啊，夏季咱知道这个一定呢，你要去吃当季当地的食物。这个秋季呢养生你应该吃什么？还是一样啊，我们讲呢，通常呢，春天呢，你可能要去吃一些发芽的东西，吃种子类的东西。那夏天呢，你去多吃些叶类的东西。那秋天呢，结果的时候多吃一些果类的东西。那有人说了，因为这果粒你在说啥呀？你想果粒的就不是些苹果、梨呀、这些外面这些水果吗？这是华人眼里的果。你要看看南美国家的人啊，你要
你已经在海外了，千万千万告诫大家不要每天盯着华人超市。就是像我呢，经常会跟这些客人呢，告诉他们你去多吃一些，比如说像这个仙人掌果啊，你可以吃一点嘛，是吧？这个仙人掌啊，你都去尝一尝。你别一天呢，在大陆也是白菜萝卜，在这面也是萝卜白菜的，你没什么改变，人出来了，观念没变。所以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你豆呢，你也要去给它浸泡一下，去把这个豆啊，这个植酸给它泡掉啊，最好是出来芽啊。比如说你豆呢，除了做饭做菜。我呢，通常会把这个泡好的豆入菜啊，这个菜饭都有了，简单。你不要老想，刚才看你一张图，满脑子那张图，弄点白米稀饭，弄个花卷，弄个馒头啊，完了炒个菜呀、啊，五六个菜，大家呼噜呼噜吃完了，吃的肚子大大的，没有什么营养。你把这个东西啊，给它做成精品，把几个菜放在一起，哎。尽量用烤的，少用炒的，去翻炒，就不断的把菜的营养给释放出去。很多人呢，可能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炒菜，因为你锅的导热度不够啊，你就翻过去覆过去，把那些营养东西，夯不啷啷都翻掉了，这是最大的一个败笔。你尽量用烤的，你烤个南瓜试试，你蒸个南瓜试试，你把这个地瓜、土豆，你给它烤一下，完了你再做成土豆泥，和你蒸的是不一样的。那还有人说我这麻烦，怎么办呢？你可以用一个空气炸锅呀，你可以用空气炸锅，你来把这个东西给它放一下呀，这个就不一样，把这个。种子类的东西啊，你要多吃。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你要多吃一些叶类的东西啊。这个把叶类的东西啊和根茎类的东西分开去做。你比如说，我经常去吃点根茎类的，比如说山药啊这些东西，包括胡萝卜呀萝卜呀，我给这些东西先入锅了。那把叶类的东西后下去那。秋天吃果子，你可以把这个果和叶呀、根儿啊放在一起。我们那，比如说我们那些苹果呀，这些凤梨呀，这些桃儿含有酵素的东西，要入在菜里头，这个就高明了，就不像你这个，哎呀，只会弄个土豆丝儿炒肉啊，大白菜炖粉条子，小鸡炖蘑菇。所以说你老做这一套东西，你家孩子，尤其二代的在北美的这些移民呢，他就替你头疼，一天这个脸色也不好看，你做的啥玩意儿不好吃，就他就不喜欢吃你做的东西。你要想把他呢，给他一个好的身体，让他有个平衡免疫力，就要抓住他的胃。要经常跟他去商量，要吃点啥呀？咱是不是要吃点不一样的？是不是咱们一起到外面餐厅，你给我点一点，我看一看。在这方面，我有很多朋友，他们经常跟孩子去商量，想吃点啥，走，你告诉我。这小孩子这个手机玩的都好，玩的溜啊。他说哪样不错，走，我们一起去，边吃边讨论。回来你说你帮我记一记，回来咱一起做，哎。就像我刚才这食材，你就知道怎么去用了。他只会说结果，你来做过程。那我们健康的这些素食的五色啊，它是一个原则。你把它这些东西啊，你给它刻在脑子里，好吃、好看，重要的是有营养。你比如说把这些。
对消化好的就是黄颜色的嘛，对呼吸好的就是白颜色的。你呢要经常的把这些颜色背起来，装在脑子里啊。那这些东西呢为你来服务。那免疫功能和循环系统，那就是绿色和黑色嘛，内分泌管心脏血液就是红色的。你每餐就一定要达到这个水准，你不能是白花花的啊，把这些生的和熟的给它 mix 在一起，让这些人呢对你烧的东西有兴趣，你自己对自己啊一个提升。我建议你弄完了以后，家里啊平常自己吃饭的盘子的碟子用一些黑的红的，人家来吃饭的时候你不能用这个，这个是让人家少吃啊，这个就是让你的这个感官上啊，你别着一吃饭把衣服一脱啊，这皮带一松敞开照啊，所以说你用这个颜色也对你非常有帮助。这些东西呢都会在你的生活当中呢去咀嚼它啊。第一口吃什么呢？如果这类有荤素搭配的要先吃 protein 里的豆腐啊、起司啊、坚果啊，第一口先把这些东西吃下去，那你的这些胃酸就会好很多。大家经常吃山水，喝山一喝的吃的东西上胃酸啊，酸水上来了啊，那去吃点，上医生去开药了啊。你要知道从饮食上调，这个比你用其他方法调要好的太多。你不要以为你今天呢什么事都找医生，医生有的时候不如你，我们这里有很多医生不好意思有得罪啊。那你呢一定，我们作为医生呢一定要学会一些简单的这些营养方面的知识，你别自己呢吃糖尿病药给人家去治糖尿病啊，你自己高血压你给人开着高血压药，这个就本末倒置了。你自己脸如黄表子一样的一个东亚病夫，满嘴臭味，你在给人家讲健康讲营养没有道理。那消化系统的黄色和微甘甜的这些调节肠胃的这些消化功能呢，它有减少我们的色斑羊皮。那这些南瓜呀、玉米呀、像黄豆啊、杏儿啊，这香，你看这个香蕉和柠檬啊、橙啊、小米等等，那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你这些东西去怎么去调和。我们很多人呢一看东西稠了不知道咋吃啊。这个呢绿颜色的就 carry， 这个东西它是蔬菜当中含 protein 率最高的。因为我这个南瓜呢是不断的啊，这个南瓜比较容易储存，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北美啊特别多，你怎么吃它都好吃啊，烤一烤南瓜呢就这样就吃了啊，就替代了馒头啊、面包啊、这些东西。你给他把这些东西给他换个样啊，土豆啊你给他做成土豆泥啊，哎，你嫌过土豆泥没有味道，那你给他加点味道调点味道不就完了吗？那把这些新香料啊、百里香啊、迷迭香啊、鼠尾草啊，哎，耳熟能详的这些东西你给他搓一搓揉进去，放点油啊给他放进去好吃啊。啊，这些黄豆这些丹豆啊，这些圣红豆泡一泡，泡一泡完了你给它煮一煮啊，是吧？你给它用点牛奶啊、椰奶啊、杏仁奶啊、核桃奶啊、米奶啊，就大米做的奶，那太多了，琳琅满目。哎呦，我们很多人呢一说这个我都不知道，我从来没吃过，你说你这不太悲哀了吗？来北美这么久了，你都号称是华侨了，你吃的东西跟西方的格格不入，自己关着门天天在家里
青椒炒肉，肉炒芹菜了，炒鸡蛋。我很多的老外朋友跟我说，哎呦，我这隔壁那家是华人。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叮当老炒菜。我说炒什么菜啊？这个芹菜炒肉，炒鸡蛋。我说还有呢，煲汤。哎呦，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闻着味道，哎呀，臭死了。老外啊，你看他就对华人这个印象，一勺菜把门窗一开，叮当了，有时候辣椒给人整的辣的，哎，他不知道。你看人家也吃辣椒，人心像你这样把这辣椒都呼噜呼噜给他烤了，都是让人都跑了。你辣椒烤一下，你给他调整一下，他不会有那么辣，对吗？好，我们呼吸系统这个白色呢，这个微辛辣，这个东西呢，比如说我们讲你吃海鲜的时候呢，你吃这个冻的东西，你可能要放点微辣的东西，那预防溃疡，安定我们情绪，养肺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茭白笋啊，马铃薯啊，莲藕啊，冬瓜啊，这白花菜啊，这些东西，哎，你给它搭配一下。你看，一定脑子一定要有什么呢？彩色椒。那这彩色椒为什么要用？因为跟你放这个姜黄，它俩呢绝配，它会把它的效果释放到最佳的状态。我们很多人，你问他你为什么放姜，我不知道啊，我一看别人这么放，鹦鹉学舌，我根本不知道。就像我们问了很多人，你打疫苗你为啥打呀，就是他们都叫我打呀，疫苗啥成分不知道啊，啊，谁知道啥成分呢？你打的什么疫苗不知道啊，哎，通通不知道，对自己不负责任，对自己家人不负责任啊！你吃的东西你要知道它的出处，它的作用，这个一定要去了解它。这是讲呼吸系统的，那对循环系统呢？这黑色的啊，这个呢，它为什么要去吃呢？就是这些东西，像木耳啊、蘑菇啦、啊、这些东西，它是弱碱性的。那这个蘑菇呢，怎么吃这有学问。我们很多人拿回来蘑菇，有自来水龙头，这个一吃，我一看有，这皱眉头，这怎么这样呢？因为一看呢，没有人正规的修过专业人去教，甚至有些号称是自己是营养师的人，他也这么干啊，就是搞的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没有档次啊，也是乱吃，也不好吃。这蘑菇，通常呢，这些蘑菇呢，你拿回来，你嫌它脏，怎么办呢？把根儿给它去掉，用这个厨房纸巾呢，给它擦拭一下，千万别叫它见水。你中药，你去拿水泡吗？对吗？给它切切，切成丸，切成片以后，先在锅里干煸 ，grill， 啊，这就不一样。所以你这些东西一定要像绞头一样的，要有层次。我们很多人呢，这个一上发廊绞头啊，哎，能看见啊。一些尤其女性的头，我们这里也有理发师啊，他一定用小夹子，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绞，给你绞出立体的，这就学问，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哎，很有意思啊。一个营养师呢，他通常都会绞头，绞头的不一定会烧菜啊，那再放点黑木耳啊，黑芝麻，黑豆啊，哎，这些黑蘑菇，这样就非常好了。这个是免疫系统，就是绿色的嘛。啊，我们把这些绿色的啊，这些蔬菜，你可以打成汁儿啊，打成汁儿呢，你去这样就吃了，给它做成菜汁儿。我们一直讲，你给它浇进去，那不一样的各种蔬菜给它放在一起，你不是光吃点叶子，家里这 planter 一定要有。那这个内分泌了，红色了，这个微苦啊，
啊，这些核桃仁啊，这些各种杏仁啊，哎，它离开这个膜，那维他命 P 它就容易腐败了，就卡牢了。这个是增强我们毛细血管的弹性功能。哎，这个西红柿啊，红辣椒、红薯啊，草莓啊，这些紫叶菜啊，啊，紫葡萄等等，都有这些功效。你把这些东西呢，要穿插配套去用。那这个呢，就是我跟大家呢，上次给大家简单介绍，很多人说能不能再给我们说说呀？行，那这个蘑菇呢，就是把十几种蘑菇给干煸一下，用水泡一下，给它煮啊，放了姜，给它煮完了，像喝茶一样喝汤啊。这个呢是用小火去慢慢的熬制。那个是 chips 啊，这个啊，他把这些各种蔬菜啊、水果啊，给它弄成一块一块的放上去，一口一个啊 ，finger food， 配上花啊，让你有食欲。说慢一点，你再次自己提醒自己，慢慢慢，慢慢慢。哦，那这个呢是豆腐皮儿。把这些蘑菇呀，把这些蘑菇呀、黄瓜条啊、哎、胡萝卜呀、哎、还有紫菜，给它卷起来，打个就是吃了。为什么你一天总去吃这些有的没的，老吃一样东西，换个口味儿，很清淡，非常好吃啊。那这个呢，就是做的云吞。这个云吞你看就吃三个就好了，放点花有点仪式感，有点感觉。这面这个是蘑菇啊，芦笋和西红柿给它放上去哈，那面就给你放点生菜啊，用个香蕉给你一扎，配上花呀，就是在桌上吃，你就会感觉哦，这个东西为什么人家是做了精品，你吃起来呢能让你流连忘返啊，不一样。你看一个蘑菇给你做成像牛排一样的啊，还特好吃，给你煎烤的，多简单。哎，那这个菜是什么呢？这个菜就是南瓜啊，给你打成的汁，给你熬成汁。这个豆腐呢，用我们的豆子和什么呢，和我们的讲这个coconuts 这个椰子啊，给它弄在一起，弄个小竹签一擦，这红颜色是什么？辣椒丝，给辣椒呢长长的给它切成丝，做成一艺术品。那吃了之前呢，你把这个百里香 oregano 啊这个东西给它往手一搓一闻，往下一放，哇，太好吃了。这个米饭呢，司空见惯，弄点糯米啊，弄点这个糙米，哎，给它放在竹筒里头去一蒸，哎，就吃了。同样的东西，人家用心了，就不一样啊，结果就不一样。你吃完了以后呢，你开心了，它就分泌了很多的这个能够帮助消化的酶啊，吃完了呢，没有负担。不会胀了肚子。那我们今天呢，关于这个素食这块呢，在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最后留一点时间给大家呢，call in， 大家一起来讨论，好吗？把麦克风交给我们主持人。